咱也使帮忙，咱就当做，咱就当做。哦，我做爱心公益做八年啊，我做八年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今天愿意的话，你们今天可以身体力行的，在今天需要帮忙这些弱势的情形之下，你们可以来慷慨解囊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要的点啊，好不好？在这个5月5号哦，运动场的这个制约啦，哦，这个是确定是取消了哦。不管是春风、凤梨，哦，包括其他网红，他们在网络上的指教哦，我只有两个重点声明。第一个，罗董哦，他转哥在这两天哦跟我的通话当中，他们都直接跟我讲，千亿不用回应。第二点，不管今天是凤梨或是春风或是说其他的网红，你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，来千亿啊，都虚心接受，我都虚心接受哦。因为这两三天啊，跟我这些长辈他们每天在这样子通电话的沟通当中啊，其实我放下了哦。对于大家的哦指教，千亿都虚心接受。再来，目前 NFT 这个部分已经走到司法阶段了。啊，今天这段直播就是讲要大家讲，在这个5月5号哦，运动场的这个制约啦哦，这个是确定是取消了哦。那接下来包括私人的会所的部分哦，基本上因为大家今天都有看到新闻嘛哦，不管是长辈这边的劝说哦，或是说各方面哦，这边在5月5号的这一场哦见面的这个约束跟见面的这个时间，应该是哦会取消了哦。在这一段时间哦，造成霞辉哦，就刮混混撩撩哦，原本只是我们两造双方大家在网络上的哦交流而已哦，变成说演变到说哎，哦越来越多哦杂音进来，不管今天凤梨哦，或是春风哦，或是说其他的网红，他们今天在直播上讲的所有的东西哦，罗当还跟全哥是直接跟我讲不用回应。哦，老邓跟全哥讲，完全不用回应。他说：“千亿，当今天你要坐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，你只要虚心接受就好，你只要虚心接受就好。因为我讲句实在话，他们并非局中人啊，哦，他们也无法去评断局中事啊。那在这一个期间点，我就放下了。所以说，昨天黑哥哦，黑金城黑哥哦，他有发了一篇文，我看了大概有十遍以上。”那黑哥今天黑哥讲的一个重点在于说，不论对手或对象是谁，今天当大家站在这个舞台跟包括公众媒体的这一个位置上面，今天哦，不是说今天谁赢谁输占了便宜都不是，而今天最后是很简单，如何去让事情哦圆满。那这件事情在几位这些哦，我们这些老哥哦，这些哥哥长辈的哦，他们这些的关心之下，那目前哦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哦，已经告一段落了。今天罗大哥的话，罗大奶跟全哥的话，还有黑哥的话，我有听下去，告一段落了。就哥你要发文了，你有把这个长辈放在你的心上了？你有把这个长辈讲的话听进去吗？有些网红今天在评论我之前，你们也自己要好好的要检讨一下，在直播上面，在公众媒体上面骂三字经、骂五字经，尬拍跟他打谁，这是很不好的行为。哦，在公众媒体管定骂三字经、五字经，安尼不好啦。哦，所以大家记得不要在网络上。哦，让这些可能莘莘学子哦，去听到这些比较不好的字眼，好不好？